填鸭洗脑，雅虎拍卖贩售中。第一条，破产法施行前不能清偿债务之事件，已由法院或商会开始处理者，视其进行程度依破产法所定之程序终结之，其已进行之部分，不失其效力。第二条，依破产法修正前所为之羁押，与该法修正后所为之管收，其间应合并计算，总计不得逾一年。第三条，破产法第149条之规定，于不能清偿债务之事件，在破产法施行前已处理完结者，不适用之。第四条，破产法施行前受破产宣告者，得依破产法第三章第七节之规定，为负权之申请。第五条，商人债务清理暂行条例，自破产法施行之日，失其效力。第六条，本法自破产法施行之日施行。